选美盛事2020香港小姐竞选决赛举行在即，十位入围佳丽呢一日着住泳装进行彩排。陈贞仪同埋郭柏贤胜在身形均匀、状态大勇，而混血佳丽谢嘉怡成功减咗6公斤，虽然依然有啲 baby fat， 但系胜在样子甜美，三个人被推为三甲之选。当中郭柏贤成为一众佳丽嘅假想敌，更加要应付廖慧儿同埋黄婉欣等等嘅空军。郭柏贤就咁讲啦：，有信心啦，咁但系你都爆棚。又唔係嘅，盡力而為啦，係啊，有信心嘅，有信心嘅。會唔會要諗定啲致謝詞啊？咁當然啊，好多人都想多謝啦。就算可能有名次咁固然開心啦，但係冇名次即係我都會好多謝一直幫過我嘅人啦，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啦，好多屋企人啦、朋友、網民啦，咁其實。我都好想多謝嘅，係啦，咁唔知聽日有冇呢個機會可以多謝到佢哋啊，講到呢個致謝詞啦，係啊，咁盡力做到最好俾大家睇啦，係啊。而陳貞儀當初被稱為女版金宇彬，如今脫變成為女神，佢坦言背後付出唔少代價噶。係啊，都保持到身形啦，好彩，因為我之前都有 keep 住滑水嘅，即係 wake surf， 但係因為要選呢個香港小姐啦，所以冇時間去咁樣，但係都 keep 到身形，所以都好開心。大家都睇好你咧，係咪信心都好？係啊，因為大家都我睇翻即係 social media 啦，啲網民都好支持我嘅，跟住所以我自己都即係會好多，即係用自己表現得好啲啦，去答謝翻佢哋嘅。呢方面仲覺得不足？我覺得可能口才方面啦。至於黃婉欣谷空上陣，不過就驚現大細胸，事後佢就咁表示啦。可能係嗰個 bikini， 可能係個 bikini 個問題，因為其實呢個唔係真係事實。喂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我繽紛聲望緊啊！